这多几个呀？这个，看多大？我还带一个小的。行了。买这鱼的就挺疼的，嗯，好一个，这个行，好沉的，挺大呀，嗯，这大叶打包正好，够不够这俩？够了，腌辣白菜使不了多少。那里边包的多好，大心儿。这一会儿喂鸭哪了？好好洗洗，都洗上了。这鞋可得搁点衣服回去。嗯，来这我来回来。你们可扎上。多撒点盐，让它杀一下，多杀一会儿。哎呦，就给它杀盐了，杀了要吃老饭去。按米饭量一下，我开始捣饭。差不多了。这两个土豆大概土豆酱，把蛋蛋把锅整了吧，锅里倒点油，花椒面，葱花蒜末，左天盐熟酱，蚝油，土豆条，米票，还有点水，开锅蒸熟。好的，出锅。稍微刷锅刷锅。你还有小刀啊？嗯。葱花香米辣。好的，杀蔫巴了，杀出这些水。给它投出来，多投两遍。Thank you.
再使劲转转干点。那你举就好了。嗯。一袋辣白菜酱，苹果丝、栗丝、韭菜，一袋多高里头？别的调料啥也不用搁的，给它抓匀乎了。瞅着酱有点少，再搁点，比例都是调好的。这回的嘛，感觉上来了。这拌完就能吃，味道可好了，尝一块。嗯，真好。你俩有辣白菜吗？我跟大姨夫家整的。我们先做的。做的好。早点碗饭，来土酱就得辣白菜，没别的。土豆酱里边拌点葱，拌点臭豆，刚好。好香啊！啊，就是辣白。你外多吃两碗饭。咱们喝米的啊、哦。这辣白就下饭了啊。那我下饭，我一碗饭没了。你做的辣白菜行，受欢迎的。我给你盛，我盛吧。打土豆酱和米的，可好了。嗯，下饭。真香啊。